诗云开始提醒一下生米，这个周末的含砷量极高，可能忙不过来了。周深演唱会遇到了晚会，央视综艺遇到了常驻音综，还有新歌降临。首先是10日19点30分 ,CCTV3 央视七夕晚会播出。8月1日的时候，周深在青岛录制了该晚会。稍晚一点的20点 ,CCTV1 非遗里的中国贵州篇上线。非遗里的中国贵州篇距离录制快半年了，终于有消息了。8日央视一套官宣了上线预告。村BA官方发博说，周深化身台江苗族非遗宣传大使，希望苗族文化能够走向世界，并直接表明10日晚8点不见不散。8月11日凌晨0点，周深新专辑将再次解锁一首新歌。同一天晚9点，周深常驻新音综音乐园计划播出第一期。音乐园计划前两天直播了发布会，8日又上线了个人宣传片。周深个人宣传片竟是用红线钓鱼，哈哈。官博说，第一次看到红线被玩出花了，愿者上钩，再钓一条大鱼。这次整个大的，看周深如何结缘更多音乐人。此外11日或12日还有一首新的 US 上线。这就意味着周深南京开演唱会的10号和11号两天，有一场晚会，两个综艺，两首新歌同步上线。就问米子们，你们忙得过来吗？最后叨叨想说，没抢到演唱会门票的米子就安心的看晚会、综艺、听新歌，然后慢慢的盘演唱会饭拍就好了，嘿嘿。